三位其实那时候背过一组嘛，工地男团普龙公，那时候合作的感觉怎么样？顺哥先说好了。我想我们在一个很自然天成的情况之下，就变得很有默契。嗯，对对对。然后明顺呢，都比较在现场会比较有一些这个非常异想天开的想法，哦，有很多的创意。那我们两个普龙公呢，就跟着他一起去冒险这样子。我想整个拍戏过程，我们就非常的圆满，也非常有默契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碰到这样互相抛接，然后把一个想法实现出来的那种共同的语言，非常好，对不对？这非常难得，非常难得。可是士林刚刚一直在那边抖动抽搐，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跟我们分享吗？想到了什么？因为其实在现场不止明顺哥、安顺哥他们两个，就是火花四溅，我在旁边接球的那个，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可以跟两位这么厉害的大哥。然后其实刚刚安顺哥讲到，就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就是我们三个就都凑在一起，然后就玩得很开心，然后。要很谢谢他们两位对我的照顾跟帮忙，然后我觉得这次的经验让我学习到很多，然后也真的很难忘，然后对，就还是谢谢两位大哥。这也要谢谢导演，他愿意给我们这么大的空间。那因为我在里面都是三角形嘛，刚才你们看了十分钟的片花嘛，所谓的三角形就是剧本看到三角形就是没有画的，所以我也很谢谢导演，就是说。都给我三角形啊，那他们都是正方形、圆形啊，叉叉打勾啊，他们就随便啦、啊，因为他们三个普通工嘛，随便他们爱怎么演就怎么演。我就在旁边，对啊，怎么跟我看的又不一样？好，那你们演嘛，都给你们演啊，你们演、啊、很开心吗？对不对？那就是大家各司其职，他演的，他们在私下玩的越开心，呈现出来的就越活泼越动人。那刚好跟我一个很大的对比。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普龙宫三人组，因为你们的是我们只是没有长就比你帅，就显现了我孤独跟我酷酷的。OK， 谢谢大家。当初角色对于他的这个服装啊角色的设定，会不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好像穿上那个徐志摩那个感觉了，会不会？就超爱那些服装，真的哈、哦，很想把它全部带回家，私下也可以穿。现在不需要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所以是知道另外一半的那个要来。说实话，我真的蛮爱的，因为我平常不敢这样穿在路上，可是因为为了诠释这个角色，我觉得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可以穿得非常清凉走在路上。然后因为那个布料少到我觉得跟裸体真的是没什么两样，但是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名正言顺的可以这样子走在路上，其实觉得是还蛮新的体验的。他还没有看过，他还没有看过，可能只看过一点点剧照。嘉哥看过会不会说你可不可以穿槟榔西施衣服给我看一下？应该不会，毕竟也在一起很久了。槟榔的生意好吗？我在的时候真的还不错。跟着槟榔西施去卖，或者是做一些功课。现场有一个原本在那个摊位的槟榔西施。那我这个角色做的功课，就是除了刚台语以外，我要非常熟练包槟榔的技巧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每天都在包，然后包到道具组跟我说，就是包慢一点，因为我想要练习那个非常顺畅的感觉。所以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包到指甲这边全部都黑黑的，哦、而且洗不掉。那可以问一下你在家里有实习，就是说叫焦哥来买槟榔吗？然后他常常光顾我的。